其實心情是很開心的。雖然我們可能經常說我們不是說很衝著個獎去做，但我覺得去到最後當成績票派的時候有好成績，大家都是開心的，還有見到大家今次都真的有好的成績，而且大家都真的有些真正有些認可，其實是由心開始有種溫暖在這裡的。努力啦，這個都是往我們的慣例，就每集升一點，希望有機會可以衝到去這個的至尊歌曲啦。但是很多謝今次大會給我們的肯定，可以上升了一級，多謝。希望即其實希望整個香港樂壇都可以繼續一直做好的音樂，我相信這個目標遲早一定會達成到，所以都對在座樂壇的每一位成員都很有信心。有少少有少少咩話？始料不及，始料不及，即估唔到，估唔到。是當然，我知道。他知道，我哋多好，唔使講。係，我係因為其實都真係覺得自己有好多不足嘅地方，所以其實每一次攞獎真係對自己一個好大嘅 surprise 咁樣。係，雖然上年有攞呢個獎，但係其實每一年都係個新嘅開始，所以係咯，希望以後可以繼續好嘅作品證明俾大家睇，攞獎即係攞呢個獎係值得攞嘅，係。是啊，因為可能年尾就可能會想起以前的一些朋友，所以就都覺得不是很意思，所以陣間可能快啲睇下 payback， 睇下好似好樣衰咁樣，就對唔住。係啊，經銀行。是嚇死人啦！因為即係我諗，我哋每個人如果聽到自己個名字，都係會呆咗嘅，即係會俾唔到反應嘅。咁所以即係 even 我起咗起身之後，我都係究竟係真定嘅，即係我自己都猶豫緊，究竟係咪 final confirm 㗎？即係我自己都有咁嘅諗，所以係搞笑嘅呢件事。嚇死啫！嚇死我！哦，係啊，好有心思啊！嗰條片，我哋全部都笑到夾夾聲，即係同埋啲詞又配得好好啦，即係好啱音啦，咁所以都係，我相信我哋翻屋企都會再睇多幾次啊！今晚留意每一位得獎歌手上台演唱咯，因為嗰幾分鐘佢哋可能短短唱嗰幾分鐘，但係背後其實努力咗好多時間。先有一首咁嘅作品俾到大家聽，所以係咯，好真心佩服佢哋，真心欣賞大家付出嘅努力。其實係咁嘅，咁啊花姐話有呢個 sponsor 考電單車啦，咁我希望真係有啦，我都俾咗我自己身份證號碼佢，希望呢件事係真噶啦。呢件事仲有另一個同伴嘅就係我啦，因為我今年嘅其中一個願望都係好想學電單車啦。好多謝你問呢個問題，依家我出咗街嘅話，花姐就冇得唔俾啦，多謝你，多謝你，多謝。打到就唔好啦，多啲鼓勵啦，係啦，因為知道都難做嘅，係啦，戒咗佢人生中佢覺得自己最壞嘅壞習慣，係向呢個難度挑戰，所以我俾多啲愛同鼓勵佢哋。係啦，加油花姐，花姐喺邊度啊？加油花姐，加油花姐，會員啊，加油啊！都不會的，其實
今年憑呢首歌得到嘅已經好多啦，已經超乎咗自己想象。咁同埋其實啱啱都有一個拉票環節，咁都算已經上咗去唱咗分半鐘。咁所以其實我都覺得好足夠。咁同埋係咯，新人獎呢個本身當初都冇諗過會攞到，咁而家攞到銀獎都已經好開心。而 MC 都真係實至名歸嘅，咁所以恭喜佢。係。最近都是之前咁樣講啦，咁大家希望大家俾多啲空間，我哋自己去私底下處理，咁集中喺我哋嘅音樂事業或者工作上面係最緊要嘅。咁我哋其實兩個人嘅事，兩個人自己處理啦。係咪今日咁開心，又係1月1日喺呢個頒獎禮度攞咁多獎，我哋應該 focus 喺呢件事度最好啦。新年快樂 ，yeah！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是大家的估計的，就是你未必會知道當事人 po 這張照片的 meaning 是什麼，但是有很多所有東西都是猜測，我們對一些猜測的東西就無謂再那麼多評論了。是好啊，用作品說話，謝謝。